不认识了。我有问过杜生，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打仗的话，你们可以吗？杜生说我们可以，但是我一个人是，他说比如啦，我一个人的战斗力，大陆有六七个人这样子。他说我们要怎么打这样？他说没办法打。你也太夸张了嘛！有叫啊，都不叫给我叫。拜下。你叫醒他了吗？可以吗？拜下。强制交流到到喽。要下车喽。要离开下车。要下车喽。屏东站已到站。屏东 station。对。屏东站到了。长治百合到了，请下车，旅客。过站喽，过站喽，哎、欸，卸站是你那里喽。你得了动物才相公所吗？当然了，哎，当然他不是那个呢，是在相公所的巡视，是吗？靠，靠，见你回家了，你姐姐，我担心你了。嗯。我们去救嘛，姐，高人这边打了，快点。